新版本最受欢迎的道具你知道吗？新版本空脑集结还是非常有趣的，今天来盘点新版本最受欢迎的三个道具，它们的热度极高，趣味性十足。第三名，周年蹦床。周年蹦床是一个能让玩家弹跳起来的道具，将它放置在地上，玩家只要走上去就会被弹走，能够帮助玩家上很多高点，还能帮助玩家突袭敌人，不仅有趣好玩，实用性也很强，深受玩家喜爱。第二名，希克斯飞行器。希克斯飞行器是一款飞行载具，虽然之前也上线过很多飞行载具，但小伟认为希克斯飞行器是最帅的，不仅可以搭载两个人，尾翼还有湖蓝色的喷气，还能在飞行途中翻转，实在是太帅了。载具速度也比较快，有110千米每小时，真的既帅又实用。第一名，周年合成器。周年合成器是新版本最大的亮点，可以将子弹、配件、药品、投掷物进行合成，合成有一定的规律，但是又看运气，运气差合成的东西就一般，运气好能合成出来空投武器和空投物资。新版本周年合成器大受好评，是最受欢迎的道具了。